各位，九龍城咧最舊嘅護老院就係呢間欣欣護老院啊，喺城南道口嘅。另外咧，仲有一間護老院，就係喺邊咧？就係呢間九龍城博康護老院啊，喺岩前廊道。以前嘅馬會對面啊，呢一間咧就改裝咗冇幾耐啫。開咗都唔夠兩年，最新呢一間咧就係叫做恩柏軒護老院，喺太子道，呢間就最新噶啦，質素啊最好噶啦，各位俾你哋參考一下，九龍城有三間嘅護老院，各位九龍城咧較為大間嘅咧，桑拿特骨就係呢一間龍泉會啦，喺打鼓嶺度。康拿嗰個位置嗰度嘅，各位唔講唔知，大家以為嚟咗旺角嘅孤蘭街，呢度咧就係九龍城打鼓嶺道啦。打鼓嶺道咧就最多洗腳、按摩嘅店嘅，大約估計都有20间左右啦。咁咧就最集中就係呢條街啦，打鼓嶺道啊。各位，你哋要洗腳咧，就你嚟呢一條街咧最多選擇嘅啊！其他每條街都有噶，九龍城啊，已經近年咧已經呢、這個行業已經係佔咗九龍城好多嘅鋪位噶啦啊！咁另外咧就係、是、其他嘅街咧都有，但係冇咁集中啊！各位不妨嚟。呢度啊，去試試。